我们图玩一下。啊，找个算了，上魔兽世界去玩一会儿。不喜欢搞 RPG，我们就玩会儿魔兽世界吧。这个主线任务做昏了。去砍点人，去他妈刷会儿荣誉，找点野外 PK 搞一搞。对啊，都不喜欢看 RPG 啊，就不玩 RPG 了呀。我看一下啊。他妈的，怎么我上来就他妈我一个人在他妈这里杀？我有什么资格他妈在这里杀人呀？而且为什么今天才杀了65个人？这个韩剑在他妈逼在干嘛？哎，我的号你妈逼！今天不给老子刷荣誉是吧？刷他妈66，你今天才他妈杀了60个人，你这逼他妈划水是吧？蛇皮啊，就这样，拜拜！用力的刷啊！我的号怎么就100斤了呀？你他妈的逼！我号上的斤啊！我号上的，你妈前两天还有几千斤，怎么就没了？我操！你这消费他妈消费的太夸张了呀！要他妈稳点消费啊，剑哥。好。你妈金币也搞没了，药也他妈没有了，这他妈怎么玩呀？这在搞他妈66呢，这在。砍人去了。你妈了个逼，口嗨是吧？这个人太过分了。去找个 MC 金团吧，去打个副本吧，找个 MC 金团，打副本去了，兄弟们。我们去 MC 金团吧，怎么样？我的狂暴战他又开始输出来了，我的狂暴战他又开始出击了呀。打个副本，去打个副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拿个 MC 金团去拿把封剑，它不香吗？对，去打个副本吧。来个最强狂暴战天赋，给你们感受一下最夸张的输出。纯副本天赋，洗一个。没有，到底应该是水晶的缘故。好，打副本去了，打金船去了。但是我没有我，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团？但是我没有金怎么办？但我没有金，我没有金，我找我兄弟要点金。哎，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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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我点金币啊，可以吗？兄弟，兄弟，兄弟。不是，怎么最近他妈直播间这么多他妈了个逼带节奏的呀？啊！我操！我也想让他妈的你们把麦关一下，我想有点想喷人了，真的。
你们把我的声音屏蔽一下，有些比较那个 OK 的水友，好吧，你们能不能把我的声音屏蔽一下？因为我可能想要把这些逼的他妈想喷人，很烦。等一下，我先找个团啊！我操，现在出了荣誉之后，你妈 MC 的团都没有了。算了，冷静一下，不喷，没什么好生气的，好吧？刘哥，来我们团，我给你10000金，刘哥，你妈煮我，呀，给我10000金。晚上，呀！你妈人又没了，你他妈的！哎，猪，猪打了一个零，1000金是吧？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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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给我1000金，可以，可以，可以，混一下，混一下，混一下，去混一下，去混一下，混一下。这1000金不亏，好吧？这1000金不亏，好吧？我必第一输出，直接给我吧，等会儿进团。我操，真给呀！算了，说着玩的。我们效率就行了，好吧？我不要兄弟，我要这金干嘛呀？这金它香吗？它不香。大家都是辛辛苦苦挣的钱，何必呢？恭喜恭喜！
我操，切错技能了！我操，我的技能被改了。刺耳也没有，我没了。这人很他妈菜。你死了。兄弟，不瞒你们说，我可能死了。你妈逼！我要是我那武器战，绝对把他砍了。这人贼我。等一下，我要去搞点金币，不行。我这道天赋他妈 PK 太垃圾了，打副本的他妈是真打不过法师，你们知道吗？是真打不过，你妈谁都打不过，只能砍奶妈，可能砍奶妈砍得死。砍这个牧师应该砍得死，只有砍这个 V 砍得死，别人我都不是对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七个奶妈，差不多了，可以飞本了。这他妈砍奶妈是砍的真痛啊！这人是他妈也是真脆呀、啊！打个小盗贼怎么说？我这装备伤害太高了，就真的是打输出的话。我死了，冲动了，我直接死了，一套直接秒杀。不讲任何道理，冲动，这逼有冲动，他装备也很垃圾，但是就是能秒我。这天赋打不过，我要换装备 PK 的话，等一下。哎，不行，我这装备也没附魔。这盗贼没冲动，他打不过我了，我也没技能，好吧。抵抗，拦截还抵抗，兽人贼吗？我操！我又死了！哎呀，我太他妈臭逼脆了呀！
鲁莽也开了，你妈的！你这逼六六，我操！不是这个天赋就是很难跟别人 PK，太难了，没有什么打得过的。你这猎人琴手运动陷阱都放垮了，你怎么跟我打的？你死了！但是你们看我脆到什么样，我被他冰冻陷阱冰冻了一下，两个技能差点死了。这只能打他妈输出。哪里每天晚上都有事呀？你妈！我这五天前面3天播了他妈50个小时，昨天播到从他妈中午十点，中午11点播到他妈晚上10点。我操！还天天割，我割他妈臭逼割！来对砍对砍！开个闪避把我硬砍死了，转会期开了呀，转会期开了我就事情很多呀。这个月20号开撸啊撸开转会期呀，他死了。不是你跟我对砍吗？一个猎人跟他妈战士对砍，把战士差点砍死，我惊了。但是我换个天赋的话，还是能跟他们打一打的。换个天赋换成装备，寒剑，寒剑他妈，寒剑要来跟我 PK。兄弟们，我来收拾寒剑，好吧？这菜鸡弟弟。干嘛呀？这他妈罕见是个菜鸡。他输了，他离开决斗区域，他输了。还不让冲锋，这人太畜生了。算了，看一下他们飞粉没有，他们现在还没有飞粉，我等会上来，我上我的盗贼来欺负一下这些逼。一个二个的，对呀，这个猎人还要跟我打，这波不可能打得过他了，这波起手价被冰冻，
然后他还有威慑，这波是打不过他的，瞄准射击。对砍被砍死，香香香的一逼，这战士真的好惨。啊，战士在门口太弱了，狂暴战这天赋太弱了，也没有强化拦截，狂暴战有个强化拦截的话还能 P 一下 K。这天赋太晚了，我就先不上歪歪了，看一下这术士呢，我操，有耐力，这人好肉，有耐力有爪子，感觉不是他的对手。肉是不怕的，就怕他妈伤害高的，说真的肉是不怕的，因为我输出太高了，这人装备还可以。现在去 MC 了，对，因为 Griffin 就是想买 Griffin 的选手呀，塔站跟那个塔站跟乔伟都挺厉害的呀，因为 Griffin 还能什么事呢，就是这个事儿啊。他没了，这个恐惧没了，法师不打，打不过这天赋，打不过法师，没得打。小龙宝说了呀，小龙宝已经转会到 LPL 的一个队了呀，这术士不会 PK， 完了，没有死亡之愿，要被反杀，这 B 不会 PK， 这弟弟呀太裂开了呀，太裂裂了，太瓦了，兄弟你的术士玩的太弟弟了，哎你他妈你是剁个人，也不会养我，你这
多个人，他妈一个法师跟战士打，还不让战士冲锋，你这畜生！韩剑这逼真的是，真是个畜生，你们知道吗？红衣火炮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妈这哪是对手呀，这他妈怎么打得过呀，这他妈一个野德，我操，肉的一逼，我的盗贼能打，战士是真打不了。韩剑，你这菜鸡弟弟，你来 P 什么 K 啊？还骗反？这个是要给我1000金的那个是吧？哦，这个是要给我1000金那个，那可以跟他稍微这么打一下，好吧？跟人稍微打一下。等一下，我跟这法师打一下，可以。他没了，他没了。跟着猎人打一下，打猎人其实也不是很难，战士，战士是可以赢猎人的，只要会玩，有工程有的打，好不好？像这个猎人这把就打不过我，猎人骑手放陷阱，骑手直接开兵反冲锋他，直接把他的兵就给他反了。
个猎人吗？有一个猎人呀。有威慑没了吗？这下。算了，要不我们去杀会人吧，兄弟们，怎么说？感觉副本有点来不及了，真的，感觉有那么一丢丢来不及了，太晚了。等会我要出门了，我约的7:30吃饭。算了，我们去杀，我们去砍点联盟吧，去刷刷点荣誉，这个本留着改天再打吧。留着改日再来打这个本吧，先去砍人去了。对，我去洗，我去算了，我去改成武器吧。我们去把，我们去杀点人。转会期呀，转会期开了呀！谢谢老白的火箭。英雄联盟的转会期每个月20号，就这个月20号开放了呀，就各个俱乐部在转会选手。那在这个时候，我的事情就很多呀。你们知道吧？这个时候猪猪的事情就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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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点出强化难题吗？点不出来呀，只能点5点这个呀，我是武器战。这么点吗？只能这么点了呀。去砍人去了。哎，但我今天晚上会那个的。我今天晚上，他是今天晚上打吗？那个。我就把给。已经说 OK 了。
OK。那个年度到时候帮我公司其他主播搞一搞就行了，今年我就不上了。我们飞到哪里去杀人？想一想，这个点儿哪里有他妈联盟？讲道理，废物的森林应该是有联盟的，好吧？去他妈这里去找联盟看。可以，等一会儿吧。牛鬼瑞身家被 IG 打掉90%，牛鬼瑞身家真的很惨。就我最早对牛鬼瑞还挺关心的，你们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因为很多人跟我说牛鬼瑞哇好强、好猛、好厉害，很多人跟我说。然后呢，结果看了一下 S 赛，懂吧？对，就不是特别有兴趣了。那个厉害呀，那个谁，那个塔赞厉害呀，泰山厉害呀，泰山是真的顶啊！泰山算是这届世界赛韩国 LCK 的战队里面打野最亮眼的了。现在魔兽玩的有点多了，是吧？是这样的，因为我下午来，就我想的是晚上黄金时间去打英雄联盟，知道吧？然后下午就玩玩魔兽，就稍微混一混。因为这个月时间可能有点播不够了，因为转会期开了，事情会比较多嘛，然后要去韩国干嘛什么之类的，要去参加全明星，就事情很多。但是你让我从下午一开始就打撸啊撸打到晚上12点，我操！懂吧，兄弟，你们懂吧？你们懂那种感觉吗？就可能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你睡着的时候，你做的梦是他妈赵信在那捅你。是他妈吸血鬼在那吸你，韩国这些亮眼的就可汗跟 Kleed 的，你去看看塔赞的比赛，你去看看 Griffin 塔赞的比赛，你再来说这句话，兄弟，真的，你去看一下。牛逼！泰山厉害呀，泰山猛呀，泰山他妈的韩服两个号加起来3000分，比赛又打得好，这逼不猛吗？这人不香吗？我操，这人无敌！直接他妈泰坦磕起来，武器附个魔。东拳火就吃起来，冰霜防护药剂磕起来，自由行动带出来。
这人不强吗？泰山。不是优秀的选手，总有人会想要呀，对吧？那我其实的还有一个业务嘛，对，就 YM 这家公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业务嘛，就是选手转会期的时候，对吧？会参与这些东西，会参与这些事情。这也是我其中的一个业务嘛。现在转会期开了一年，也就这么一两次转会期，我是不是得去市场上面活动一下呀，兄弟们？对不对？没什么毛病吧？人贩子当然不是，我这个不叫人贩子，我这个叫刘某二手选手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当然不是啊，我们每年还要输出很多选手呀，所以也要跟一些俱乐部什么的也要去聊嘛，然后呢也要去输出一些 YM 原创的选手呀。什么你们以前知道的 YM 出去的选手的转会都是在这转会期去完成的，那怎么完成呢？你总得跟别人老板见面，得聊，大家得，对吧？得谈一谈，对不对？这魔兽 RPG 是不敢播了呀，这以后还怎么敢播魔兽 RPG 啊？一播就我操，就全是四个字，全是人在那儿逼逼赖赖的。这魔兽 RPG 怎么播呀？这魔兽世界它还挺香的，感觉玩的人还多一点。RPG 很多兄弟是真看不懂，算了。玩着是香，但是呢，兄弟们不太爽，算了。不是，但是话说联盟都去哪儿了呢？传奇我也想砍呀，传奇他妈充个两三千块。几百年没玩的游戏了，回去偶尔玩一下，它肯定也是很香的嘛。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它传奇，它那天我说了要搞传奇，然后这边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就去了解了一下，传奇私服是违法的，对，我去传播这种东西是不太好的，知道吧？就是播好像也是违法的，因为是没有版权的。不能他妈我在家里打打游戏，坐一坐，等会儿他妈的播着播着来了两个穿制服的兄弟，把我东就带走了，就他妈蹲耗子去了，这不太好吧？真的是刑事责任。对啊。是版权著作。你要直接就哎，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你妈就不由分说的就给我弄走了。然后想起那个表情包，你拍摄的那个短片以前。哎，我操！我那个花他妈花也找不到，联盟也找不到，我也是醉了。
你们在网上看到什么 EDG、Tarzan 这些假的呀？这消息都是他妈逼假的呀！要给你们爆料，爆的料，我操！我跟你们说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不能说的就不能说了。给你们前两天说的那个还不狠吗？你妈有人跟校长报惹晒，报了5000万的转会费，不算惹晒的工资什么的，惹晒的年薪什么的，就付给 IG 的转会费报了5000万，这校长消息都没回，就没有兴趣，知道吧？一点兴趣都没有。惹晒是他妈的真的狠呀！你妈牛奶，我的小弟牛奶也算是个职业选手，这逼能卖500波。啊！你看看别人惹晒他妈多值钱，你这废物东西，你能值500波？他妈的！我在找那个药，我在找那个草，他妈加五暴击那个东西。是1v2的核心动装核心 buff， 我把那个东西找到。然后这边东泉谷是肯定有联盟的，我找到这我就去传到东泉谷去砍联盟去了。你他妈在敲我！小马打不了的呀，小马错过了他的黄金期。这逼是有潜力可以打职业的，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是那种特别强的啊，不是那种特别强的职业选手，他个人的高度没有办法很高，我判断，但就是也还是能成为那种不错的，就不错的上单，好吧，就不错的，就还行，就应该属于打的还行的那种，具体也不知道，还是看队伍，如果去个好的队伍的话指不定能拿成绩，但这个逼就可惜了，知道吧，可惜了。我跟张哥就是白给。哦哟，在我面前杀他妈了，杀我们兄弟是吧？绿无双，切姿态切的还挺娴熟的，这小德。来来来来来，我在这里埋伏。法师可以走，留我跟他单挑，好吧？法师可以走，留我跟他单挑。我在这里守他一会儿。
这小子如果有脾气，我现在上马要走了，他肯定会来留我，就看他有没有脾气。没办法，他妈了个逼，很容易给这职业操作。他技能，他那个控制技能太多了，他那个缠绕。我操！我该他妈第一时间喝自由，直接给他干了的。我省他省药了，我不省这个药，他打不过我。完了，这下坏了。他喝无敌了，他喝无敌了，不然他刚刚被我流血流死了。他喝有限无敌了。哎，这人还挺厉害的，这力无双。来嘛，来来来来来，哥哥就喜欢 PK， 我就喜欢跟这些人 PK。但是战士现在感觉有点不太打得过小德，他可以用熊形态来扛我的自由，然后继续风筝我，不太好打。兄弟们，有一说一，他一个 DOT 一个月火一个虫群挂在身上，他也很痛呀。是我太菜，说这个话的人多半没玩过的游戏是魔兽世界好吧，我只能这么跟你讲，你就没怎么玩过魔兽世界。被逮到了，这波打不过他了，要被他追死。我找个好的角落复活，这个角落不太好呀，你妈了个逼。战士以外没有他妈牧师，真的垃圾。战士这个职业，人家都能换勋章了，谁说可以换勋章了？不能换吧？还没出勋章吧？哎，可以换勋章了吗？这波有点菜，这波有点菜，这波有点菜。但是我复活就被他逮到了，我是必死，你们知道吗？我复活，我血量不够，我不满血，我是不可能打得过他的。现在他妈的来，现在来打弟弟，他在上面，我等会去上面找他。嗯，我操，现在可以换章了，等会回去换章去了。我操，这个章太关键了呀，这个章他妈太关键了呀。结算的能换，没结算的凉了。我
我现在换不了，我没有那个荣誉等级。妈，战士不嗑药怎么打呀？现在野外，现在战士他妈野外不吃药怎么 PK 啊？而且我还没有武器战的装备，我一身他妈布甲狂暴战的装备。而且我现在开盗贼来我就很能杀，我直接到他妈联盟主城里面去杀。但是我那个盗贼不想刷荣誉，我只有战士想刷荣誉。战士野外太垮了，要搞偷袭就厉害。盗贼刷荣誉没用，我就要战士刷。我盗贼 PVE 的装备就行了，我有封建了呀，所以盗贼没什么好刷荣誉的，战士刷，用战士来刷荣誉，战士需要荣誉装，盗贼不需要。不是，什么叫他妈今天见理事，明天见市长？这几天直播还他妈不勤奋吗？每天他妈了个逼播多久？有他妈一天鸽子了吗？今天晚上约了别人他妈聊事情，别人从韩国来，下午还专门过来直播。我要遇到这种，你知道吧？就有点过分的弹幕，房管就直接他妈能不能把他们杀的他妈稀巴烂？双是吧，你妈了个逼，绿无双，你要他妈无双。你妈是真的土豪，这弹幕真的就是能说点有营养的吗？你妈魔咒世界钱有什么用吗，兄弟？这游戏不看钱的，哥们们。刚刚那个德鲁伊装备很好的，刚刚我打他痛是因为我开了鲁莽，而且他是人形态，这人是熊形态的话我是打不动他的。你妈最近已经他妈勤奋的跟他妈什么一样了，每天播他妈这么久，
也他妈一天都没断，他不累吗？我操！还在说鸽子，哼！潜行，我他妈就走了。谢谢谢谢谢谢。完了，一 v 二打不过，好吧，组个队。他叫 Whole White。无双，那个小德也吃自由呀，那个小德也是刚刚也是吃了自由的，哎呦。把我们贼逮到了，贼可能有点打不过了，我去支援一下，顶住啊兄弟，能顶住不能？我来保他，我来保一下他。野德野外 PVP 打遇到盗贼，盗贼是真的打不过，挂个精灵之火没法潜行，太难了，这版本又没有斗篷，真的无解。找这个野德刷不到什么荣誉，撤退，就找个能刷荣誉的地方。这批估计要出来偷袭我，这得。这里应该联盟会多一点永旺镇。看去看看有没有刷，你看这地上的墓碑是吧，这里应该联盟多一点。不，年度我不打的原因是因为这年度我打的话除了第一，其他名次对我有什么诱惑力吗？有什么吸引力吗？这打第一花太多钱了呀，到时候那个，到时候他妈，哎，可能俱乐部要花很多钱，兄弟们又不是硬超级，这怎么顶呀？然后也无所谓啊，因为就你把我们把你把想象互娱看作一个整体，我们这个月也有很多主播打呀，我们也能打很多的增量出来呀，所以就无所谓了。好，谢谢 Whole White 送的一百张办卡，谢谢。黑莲花吗？刚刚有。
我操，我没看到，但我踩不了，我可以跟工会里的人说。呀，我们服的联盟都他妈在黑十三吗？求求了，来点联盟吧，刷点荣誉吧。黑十三人太多了，他妈去了就是打群架，就游戏体验就不爽。去看一下，去这边峡谷看一下有没有联盟，没有联盟就他妈冲到黑，我们就去黑十三了，直接去黑十三干人去了。看一下，不像有联盟的样子，兄弟们，去花园里面去瞅一瞅，暗语小果。真的吗？去黑十三打吗？黑十三人太多了呀，兄弟们，你们没有联盟，黑十三冲！算了，去黑十三去了。拿钱买选手他不香吗？我这么跟你们说嘛，你妈啊，算了，这个也不太好，好吧，对，算了。假如我俱乐部进了，成绩不好，就假如我年度拿第一了，我操，最近是很他妈摇晃，很爽，很香。但是呢，几个月过去，明年赛季一开，假设俱乐部进了 YM 垫底，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啊，英雄联盟的那些用户们啊，那些观众们，我的直播间的弹幕永远都是，你别管了吧，你管的什么鸡巴队伍呀？这个人这么菜，为什么要他上呀？你来做 LPL 干嘛？为什么要来 LPL 捣乱？这么菜他妈丢人吗？对，就各种难听的话，什么那些语言就都来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时候他妈各种新闻就是啊 PDD 什么重振旗鼓，冲进 LPL， 但是成绩差的一逼，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各种这样什么之类的，就全他妈来了，一路一路的就来了。那个才是真正的裂开，知道吗？就裂开。更难听的话我还没说出来，但是你们懂吧，你们懂吧，就你们能明白吧我想表达的意思。我操！你要成绩不好 ，LPL 的兄弟们的嘴，我还是比较懂的，好吧？这么多年了，我从他妈职业选手出身，打了那么多年职业，做了这么多年主播，又干了战队，我对于大家还是比较了解的，好吧？你要想活得开心点呢，就让你的队伍成绩好一点，就别那么差，就真的就努点力，出钱出力出啥？对。钱也得出，力也得出，各种东西拉满，你可能就能过得好一点。你要队伍排名靠后，真的日子也别过了。
你就别过日子了，就挨喷吧。歪木的羁绊我怎么解决？怎么解决？简单呀，简单呀，很简单呀。你看啊，比如说选手，我就不签到歪木这家公司，我就签到他妈的 HM 这家公司，然后他们替歪木打而已。就说白了，歪木都是从外面借的选手，他不属于歪木自己的选手，这羁绊不就破了吗？然后只有留一个打野，然后签歪木。就变成了一个 YM 加四个 HM 的外援，他不香吗？他不香吗？对，巨石一坨死的这个羁绊，它就不会触发了呀，对不对？哦。我是在好好直播呀，我最近时长也都拉满了的呀。只是你们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说呢？一个人，你这一生你要如何一直不停的往前？我做了职业选手，然后做了 LDL 俱乐部，做了主播，我是一直在向前的。那到我的今天，我又怎么样更加向前去发展呢？很多东西你们要想呀。一个人就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让自己停下来的人，我喜欢让自己一直向前跑。我觉得很多的观众应该也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觉得啊，自己这两年也就这样了，就止步不前了。那人是要继续往前跑的呀。那你要想想怎么样的，你要怎么样做，你才能继续往前跑，这很重要，懂吗？摄像头有点诡异，其实我的摄像头已经调得他妈很屌了，已经很屌了。你看又白又嫩的，你看昨天调的他妈这是什么呀？都是些，我日！我这个色调它不香吗？你看。兄弟们，我接下来可能会死成狗，好吧，只能这么跟你们讲一讲了。呀，我的泰坦没了吗？哦，还有86分钟，吓死我了。
格里芬签 PDD 了，可以啊。28岁、29岁的 PDD 还可以去打职业吗？还有战队来签我打职业吗？我就他妈三板斧，我的鳄鱼铁男加什么？泰坦，好吧，三个最硬的。这三兄弟冲！你妈，我怎么还可能去打职业呀？你们在想他妈的六六呢？你们年纪大了呀，现在怎么打呀？我他妈打的选，我到时候对线的选手比我小个小一轮，小个12岁、13岁的，多恐怖！你妈，我都是叔叔级别的人物了，还怎么去跟那些年轻的小兄弟打呀？对吧，我不可能动手去打一个比我小10多岁的小孩呀，那帮逼下手又没轻重的，这怎么顶呀？聪哥都打职业，算了，那大家加这个，大家很多条件不太一样嘛。大家很多条件不太一样嘛，对吧？你们怎么不去 LPL 打一场呢？你们他妈的条件也不太一样呀，兄弟们，你要看自己条件的呀，很多东西。我操，这野外已经没有联盟的生存空间了，我发现了，好像已经被部落占领了。我操，真的被部落占领了，黑石山都没联盟了，就真没联盟了呀。兄弟们，没有联盟了，算了，我去干大事去了。兄弟们，真的做大事去了，今天猪猪去做大事了。刘某去做大事了，只能这么跟你们讲，好吧，做大事去了。看过《刺客信条》吗？知道这个游戏吗？刺客信条他来了呀，我决定单刀匹马潜入联盟主城去杀人，直接去他妈联盟主城里杀人。暴风城怎么去？有人知道吗？去暴风城杀好还是铁炉堡好？铁炉堡吧，铁炉堡怎么去？他找不到联盟，直接单刀匹马杀到他们主城去。
这个天赋吗？你妈，这个天赋有点弱，说实话，好吧。这个天赋真的有点弱，因为他妈没有潜行这个东西。强化闷棍也没点，这个天赋真的有点弱。但不点三点巨齿利刃又打不出我的效果来。就这样吧，决定了。对，只能这么点。纯粹的他妈去组成偷人的天赋，这个是纯正的去组成偷人的天赋。啊！啊！哦！去了，我去了。力量与荣耀。为了胜利。我去了，我猪猪他去了。去了去了去了，我七点钟出发呀，七点钟出发，我现在先他妈干到主城去，干联盟去了，奢侈品拿满。买一瓶。然后我怎么去呢？我怎么去铁炉堡呢？我想想啊。丹莫罗。我从哪里去铁炉堡呢？我要从这里。我要从这个地方上去，知道了。单刀赴会，走你！我泰坦拿了吗？看一下我的泰坦合计在哪儿啊？泰坦呢？我的泰坦呢？我的泰坦合计呢？怎么看不到呀？封建要下个阶段才能成型，我现在先干到主城里去了。一个自残毒，然后呢一个元素磨刀石，就这样吧。然后这个是要吃的。这个是要吃的，这个是要吃的，这个是要吃的，这个是要吃的。buff 拉满 ，buff 拉满多少暴击？34的暴击，35的暴击能到，
34.46的暴击。这么肉吗？肉不住了吧你？还能肉？我操！我他妈这个伤害你还能肉，我是真不信。来个爪子。牧师再给我补个耐力，有没有牧师再给哥哥补个耐力？没有牧师，小狂暴战，砍你！死亡，再找法师来点面包。现在这个怀旧服还没有开战场，我操！这些法师人他妈是真好，来点面包就给我80个，看一下这个狂暴战装备有没有我好，没有。但他输出应该也蛮高了，跟这个人来一下，跟这个法师。这个位置这个地形如果我输给法师了，我就自己把自己的脚趾甲啃下来。哦，他不来。今晚瑞奇老板逆水寒山号你不去看吗？他还在玩逆水寒吗？他还在玩逆水寒吗？这人中毒太深了呀，早该脱坑了呀，这哥们中毒太深了。
去主城，盗贼去他妈主城杀人，全是联盟。这个游戏是你杀一个人，你单杀一个人，他的那个荣誉值他妈有200，你组个团几百个人，几百个人打，你杀一个人才一点荣誉。你妈哪里遇的联盟啊？你妈现在都他妈找不到联盟啊！他现在去铁炉堡偷人去了，现在去他妈铁炉堡找联盟，他不香吗，兄弟们？要猥琐，要他妈猥琐，一定要等有技能有消失什么的才动手，在这里死了就死了，知道吧？在他妈铁炉堡死了就死了，是没机会复活的，没有人可以救你的，必须要猥琐。今天要给你们展示的战术叫做鬼影流。鬼影流、铁炉堡、单刀、刺杀、灭世贼，怎么看我直播在那里蹲点的人啊，我只能说三个字，就是没有妈妈。就这种不能亏屏啊，这不能亏屏的，讲道理啊，不能亏屏的。哦哦，反影大胡子教我做人，可以，牛逼！我他妈潜行等级点满了的，兄弟，我还想附潜行者那个，就加潜行等级的魔，走到我脸上都看不到我。铁炉堡是联盟最多的地方呀，比暴风城还要多呀。我不知道是铁炉堡好偷还是暴风城好偷。把火炕磕了吧。兄弟们，我要去了，但是我跑过去要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18:45了，我跑过去就该下线了，这好像有点儿。好了，
别人已经问我在哪里吃饭了。还是要走吧，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啊？我操！我就要出门，我约的七点半。刚好等我跟你说什么事儿。我操！这么尴尬吗？但我必须要去砍。你到了之后，你就说是那个刘先生的定位就行了，然后我把手机尾号发给你。什么眼睛？算了，不管，直接他妈冲了。放他鸽子吗？放他妈别人鸽子吗？我操，他们中国地区的负责人加韩国地区的一个理事约好的放他们鸽子吗？这么恐怖吗？怎么可能呀，不可能放鸽子，妈有正事儿，有正事儿，我操，你们怎么回事呀，你们这帮人怎么回事，你们我去砍，我七点半出发，我还有点时间好吧，我有点时间，不是你们他妈，你们约了领导他妈聊正事，如果是你们什么的约了他妈生意伙伴聊正事，你就他妈打游戏就把别人鸽子了，有点太过分了吧，你们想一想好像不太好好吧，虽然我这个人呢在鸽子这件事情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发言权和立场出来说话，对，但这样的行为总之是不妥的，平时没少鸽你们溜溜，我每次鸽之前都会提前通知你们好吧，我都是会提前讲的，五点讲，对呀，对不对，我都会提前讲，我是一只在墙边行走的鸽子，我从来不会强行鸽，我马上就到了，我他妈有时间可以砍好吧，这铁路堡不就在脸前吗，它不香吗，兄弟们，我已经就位了呀，我这过去就已经就位了呀，兄弟们，一个人来到联盟的领地上，这感觉看看我这造型，干坏事来了呀，干坏事来了呀，骑着我的小毛驴我从来都不急，要么骑着我的小毛驴我从来都不急，哎，我现在我想开启他妈 RPG 沉浸模式，
就是我现在就变身成魔兽世界里的这个盗贼，好吧？对，就很他妈中二的那种。怎么样？就是在直播中聊那个。很中二。我们现在从萨努法尔大王那里接到了一项非常严肃的命令。我们希望前往，我们需要萨努法尔大王需要一位手法诡计、身法敏锐的刺客，前去铁炉堡进行骚扰，进行重要的刺杀任务。当我问到他我需要刺杀谁的时候，他告诉我的是所有的人。我明白这是一项有去无回的任务，但是作为部落的勇士，为了部落的荣誉，我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这条充满着冰霜的不归路。这一刻我的意志无比坚定，虽然今天过后可能我会葬身铁炉堡，但是为了部落的荣誉，为了部落 Lokta Oga， 我来了。我操，有他妈两个兄弟已经在里面了，这他妈是灭呀呀！我他妈有两个兄弟已经他妈在里面了，这是骂呀！哦，哎，有他妈有人拦截我呀！哎，看直播的呀！哎呀，太他妈畜生了呀！哎呀，太畜生了呀！我操，这妈看直播的没了，我已经没了，有人他妈守我看直播的逼。哎，太他妈畜生了呀，我操，洗碗。有他妈看直播的畜生他妈守我，我日你哥，真的他妈了个逼的。
太他妈畜生了呀！你妈亏平手，我真的太他妈畜生了，狗懒子！一点他妈竞技精神都没有，我日你哥！算了，没办法，开直播，开直播就要被操作，兄弟们，得设延迟。我他妈就在这里下线了，今天。我今天就在这里下线了，下次我开个10分钟的延迟，来他妈的铁流堡去砍。溜了溜了，吃饭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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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杀不了，被联盟守。你这个逼真的很没素质，亏平知道吧？这很过分的这种行为。对啊，没意思呀，他妈亏平有什么意思？他妈没有竞技精神，偷你嘴。没办法呀，我操！我一个贼就是靠隐身潜进去，去里面去杀那些猪，但是被亏平就没办法。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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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再不溜就溜不掉了！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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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了溜了溜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操，好过分呀！哦！看这畜生，这亏平的畜生，他妈追追追追追，不知道他妈看直播呀！你这渔夫东西，菜逼弟弟。不是你杀得死我吗？你这小圣骑，老子他妈骑着马从你们脸上走又如何啊？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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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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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联盟的人亏我平，毒我，没办法，溜了溜了，兄弟们，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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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谈工作了，明天再来，明天再来，明天我看明天可以来，溜了溜，吃饭去了，各位，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好吧。